至尊，宝刀从容，号令天下，莫敢不从。一天不出，决意争锋。不能杀我少林门人，今天便要你血债血偿。冤冤相报，何时了？你说这个武林之中，真的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吗？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。正邪两字原本难分，佛教作恶多端，罪有应得，你杀妖除魔一个不了。名将周荣，请请看，舍生救百姓。我们是魔教妖人，那你们这些所谓的名门正派算什么？今日只要孩儿在，无人能打扰武当。真的以为你自己人种无敌吗？你要像你爹那样，做个无恙无愧、顶天立地的大丈夫。为了得到宝刀和武功秘籍，你已经不辨是非了。挡我峨眉拳！无忌！